哎，哪一集？哪？找不到。哎，欢迎回来。欢迎回来。我们移动到户外了，没错，没有到户外了。我们移动到一边。户内。室内。室内，另外一边。室内。室内是室内，室内是你的日本朋友。然后现场有那个一些肥宅啊。没有。太心哎。我们顺序不会拍到你们表情。画面只有三个肥宅。哦，对啊，我们会拍到他们的画面吗？不会吧。 好，但是他们会听得到，有，火鸡啊，火鸡啊，那个火鸡啊，你们有没有？火鸡啊，你们有没有？还蛮好笑的，对啊。我那天还跟他讲说，你真的是还好遇到我，把你捧红了，对，把他取了个火，然后说我本来就很好吧，我哪里？你把他取了什么？我就是我叫他火鸡。 没火鸡，你知道火鸡把它熊吗？所以他们才，因为我说他笑声很像火鸡啊，他们才做这个图啊。哦，是因为这样，不是因为鸡巴熊哦。对啊。所以基本上就是。是这样啊。是。幸会幸会幸会。他笑起来很像火鸡。是我说的，我还真没有听过火鸡的笑声。你听他笑就知道是火鸡。你怎么知道火鸡在笑？你怎么知道他不在哭？ 反正也要火鸡啊，烦死了！也是，也是火鸡啊。啊，我们第三趴呢，我们通常会玩一些游戏。今天也不免俗，玩一些游戏。不免俗。啊，对，没有别的梗了。因为我们今天要玩第一个游戏叫做迪士尼来找茬。迪士尼。这个是迪士尼官方的什么？我们要先来聊一下关于迪士尼的回忆。哦，真的假的？你说喜欢的角色啊，什么什么干嘛？其实我算看很多哎。 你知道我去迪士尼乐园会狂买东西的。会，然后把自己打扮成跟迪士尼一样，然后一走出就觉得说，天哪，我会太冷了吧？对，都几岁了？干嘛的？哦，他小腿肚好痛。演一个二十年前的梦。差不多吧。还不要！他比中指，直接讲给他。魔法公主。不是，魔法公主系列都是迪士尼，都会有。如果公主系列都是的话，我其实蛮喜欢那个。你最喜欢哪个公主？魔法公主。不是，角色剑奇郎这样的。我好像蛮喜欢那个叫什么去啊？那个长发公主。魔法公主哦。我觉得那魔法奇缘。对对对，我觉得那部还蛮不错的。哦。因为那部我记得它比较忠于原著。哎，
也有可能变实习啊，或者是指甲够公主。他就是会一直长。他对啊，对啊，就是会一直长、啊。诅咒吧？诅、啊、咒？是诅咒吗？应该是诅咒吧。他被放了一个魔法在上面。就魔法棋有吗？有啊有啊，你是故意讲一个双关，还是他刚好、就是、没有？是真的是这样子、哦，真的是这样。那他最后有解除吗？没有啊，有啊，真爱之吻就是，然后头发又变一个正常的，变光头，清白变光头，秋冬最流行的发型，切齐了，然后去米兰走时装秀，哇塞，好正能量的。我蛮喜欢魔法奇缘的啦，我觉得蛮好看的，而且因为迪士尼的动画其实都喜剧嘛，人家节奏都很快嘛，对，所以其实还蛮好笑。然后那个像那个。我不知道这部是不是啊？驯龙高手是迪士尼的吗？驯龙高手，弄高手，他们有关系吗？好，那驯龙高手假赛啊，那不讨论不讨论。但魔法奇缘我蛮喜欢的。我自己觉得小时候觉得，我刚刚讲一部美女野兽，我觉得很恐怖。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恐怖是那个睡美人。
为什么？因为碰到那个尖尖的那个啦，就昏倒。尖锐恐惧症，而且我觉得很害怕。而且他那个卡通，我记得他那个尖还是超级尖，超级尖的，一根细的。我现在碰一下我的指甲，就跟我指甲缝就直接分开了。那他压力超大。心理破坏者，尖端的那个细度已经是一奈米了。哇塞，他真的画一条就超可怕。对啊，我觉得很恐怖，而且他整个动画很阴森呢，他就在一个很黑森林里面啊，然后王子要披荆斩棘才可以进去，然后每个那个魔王那什么巫女什么干嘛，看着真的跟鬼一样。小时候真的睡不着，就鬼片，就睡觉。啊！不要吃我！给观众。不臭。我开始爆了，那你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应该是小火鸡公主。火鸡公主，他本来先是火鸡，然后被王子亲了之后，王子也变火鸡，两个下雨就一直讲，装死，火鸡历险记，火鸡的那个。对吧？你知道是什么？啊，对不起，我刚刚是说小飞侠。哦，小飞侠。因为我小时候，是那种浪漫主义，就觉得 okay, 哇，爱情。有人可以带你飞。对，然后温蒂跟小飞侠就觉得好浪漫。可是你知道小飞侠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他是在讲一个疾病吗？我知道，但是我听人家讲，就是小飞侠的故事的原著，他其实在讲有一种，我忘记那个病详细怎么样，反正就是小飞侠不会长大嘛，小飞侠永远都不会长大，所以他其实在讲一个，我记得好像是什么脑下垂体，就是是吗？对对，我他为什么会飞？会飞的不是他，会飞的是小精灵。那个女生镜头把那个女生。小飞侠也会飞啊。小飞侠不会飞，不然他会。哎，他叫小飞侠。对啊。小飞侠不会飞，小飞侠会飞是因为彼得潘。对，他叫彼得潘吧。对对对，他会飞。我记得那个病好像就跟彼得潘还是什么什么有关吧，就那个名字好像就这样。就心智年龄停留还是什么什么一个心理疾病。就叫那个，所以他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叫 Neverland， 就是永远不会降落。Neverland。对啊，我刚刚要讲的就是小飞侠是一个你长大之后回去看会觉得很难过的片，他的对白都超级难过的。哇塞，听你们讲，我就更不想回去看了。哇，我也是没有想推荐你的意思哦。就没啊，开心回家看乔慧珍，直接哭。真的，他对白很血淋淋。假的，好不？那大鱼呢？其实我大鱼看不懂繁中啊，对卡都没什么印象。白雪公主，那对自己的童年有印象吗？他喜欢那个什么喜喜羊哦，喜羊羊，喜羊羊啊，喜喜羊哎，喜喜羊，喜喜羊是什么？什么有浣熊习性的羊吗？喜喜羊是我们电视购物的新产品吗？没事就喜羊羊，马桶一圈马上就很亮，喜喜羊。超怪的，真的羊也真的喜喜羊。喜喜岁的羊，喜喜岁，喜喜岁灰太狼。我真的想不到，因为我以前很少看电视，我妈不太给我看电视。哎呦，所以你知道我一想，我只想要琪琪跟弟弟算吗？不算，琪琪跟弟弟算呀，这是迪士尼里面的。琪琪跟弟弟也是迪士尼的，以前他们不穿衣服啊，后来才变成那个。那是花栗鼠吗？小弟弟叫我们不是小弟弟，他真的这样唱的。然后里面有那个婊子鼠啊，哎，就那个女生，对啊，我超喜欢那个。安乔老师，哎。没看过。民间故事，他喜欢民间故事。民间故事，民间故事。民间故事，民间故事。还有最喜欢的林冲夜奔那段。我最喜欢怕爸妈被蚊子叮，我先喝酒。24孝的故事。三者问津，就米老鼠跟那米妮咯。啊，对，因为对小朋友。就在那个年纪很喜欢这个东西。不过我觉得迪士尼应该最大家最知道还是那个吧，那个狂想曲吧。什么狂想曲啊？就是米奇戴法戴法对，然后让对对对。可是那个应该是最经典，应该大家都看过吧？没看过的，没看过没关系，我们来玩游戏，时间差不多。哎，好，说明是完全忘记这个事。最硬的控场就是我，你来好了，我来的。跟你讲，找茬这种东西啊，我 man 的，我最喜欢找别人茬。真的，靠你啊！我也 man 的，我还看。怎么了？先玩第八关，我们先玩第八关，可以看那个荧幕。我已经玩了很多关了，我还在那边看那一台，你看超爽。第八关，我以为是要看这个。这个是迪士尼的 official 的正式的官方的出的手机游戏，然后就是大家来找。我会强迫症想要过去那边点。你可以过去啊。不要回来，我还可以选择道具哈，增加游戏限制时间，或是我都不需要，因为我超强。是哦，马上就可以找到。来啊，金盆呀，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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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是。眼睛眼睛。鸟吗？鸟。他瞟眼了。哇。火鸡。左边那只装了怎么？又火鸡。左边那只狼怎么这么像我刚洗完头的感觉？真的，连表情都一样。两个。真的。哪里的毛？你不要乱点。毛头耳朵的毛，耳朵的毛，左上角，左上角耳朵的毛。刚刚点它不是错了吗？头上的毛不是啦，他的庞克头。对，我刚刚点庞克头，他说。还有一个。哦，眼睛，眼睛。啊啊啊！假眼。哎，哈。是太阳。是假眼。是假眼。来，三道，三道。是头发。那。哦，可以了，可以了。怎么太假了？有没有谁想上来玩的？啊，太快了吧！第一个举手的，请起立。举超快的，机会就是你的。机会就是你的，你知道上来的有把握，可以免费获得玩一次，大家对对碰。玩一次，大家来找机会。下一关，下一个关卡不是大家来找，是对对碰。迪士尼对对碰的机会，对对碰，对对碰，对碰。来来来来，请来来来。啊，你坐这，你坐这，你可以坐我旁边。还是你不想坐这边？他搞我想坐杰林旁边，然后他瞬间傻眼，小熊旁边，因为在场我长得最漂亮。他瞬间是傻眼，他真的，他真的在杰林旁边。丑八怪，丑八怪，不要跟他视目相交，他就开始说话了。你就是看荧幕就好，看荧幕就好，看荧幕就好。请你按下准备，120。哎，你要邀请朋友，20个对对，不用邀请好友，直接准备。那没有朋友啦。说的也是，不然怎么会在这里？哎，好，准备好了没？我拿着吗？哦，都可以。好，那你他不想你的，那真的，那就你拿，因为他你一直他就会呛你了，就是你所有东西都自己来，然后不要看他，哦，就好了，赶快按呐，没耐性哎，对对碰对对碰，什么一样是大家来找茬嘛，嗯，那跟对对碰有什么关系？哦，对啊，好简单哦，这样吧，这怎么对？要拍的跟那边一样，快快对死他，对死他！你要两个用点的吧，点左边跟右下角。没有吧？你就按一下右边，按一下左边嘛。对啊。按一下左边，按一下右边。哦。是这样子对对碰。所以我说好简单哦。什么意思？哇！这样都能错啊？就找一样的。死狗，死狗。哎，这很适合小孩子。哇，手速啊！厉害！够够够够！篮球投篮机里面的好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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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死了，你真的好巧，哎，高分哎，9000多哎，算了，哪有啊，我们那个排名第一雷威11000好不好？他又没有在做别的事，那你要挑战下一关卡，还是你要下去？他说还有你有礼物，你有礼物了，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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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顺顺顺顺，你要帮我握手吗？快点，这个电到发作了，快快，感谢感谢，确定。你想跟他拉近是不是啊？为什么一直看着他？啊，放开我啊，放开我啊！要多久嘞？还我们还要再请人上来吗？再一个，来，再一个，有没有人要上来？怎么都没有女生啊？有啊，有有。来女生来，来个女生，请坐。我们可以玩后面一点的关卡吗？不行。好强硬，然后我们350关，因为他玩完之后，我们就要换下一个游戏，不好意思啊。哇，这主持人好专业哦，自己找来玩。他去下载。坐下。不要这么凶好吗？自己搬家反转，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你自己小心点。翻转的。哎，我跟你讲，刚雷威11000，现在雷威只有一分。这个你是雷威已经腻了，自己小心一点。不喜欢了。哎，这好像是美女与野兽，你看不到是不是？这个就一样吧，是反过来而已。对，反过来。我想说，怎么这么近？哦，它是反过来的找茬。对，啊哈，哇塞 ，OK 啊，简单的。有啦，有看到啦。哪里 ？Go， 找出三个。对，哦，一样是人。人，人，最里面的人。反转。哦，这个好像暖的，上面那个脏脏的。没有人，没有人，左边没有人。哎呦，这好三个，三个。下面这小小孩子看意下如女人，意下如女人，头啊，右边人啊，丑人，左边有个杰林把按掉，丑妹呀，太过分了吧？哎呦，在哪里？要一个内角，内角。左内角是什么？椅子哦。哇，观众真的是里面里面里面，他腰间。有了有了有了，在哦，对。眼睛，把那个这眉毛也太夸张了，刚刚是佛列达卡罗的眉毛，又是我。
我跟你讲，上面那个镜子上面的脚啊，这个镜子镜子，哎呀，赶快把谢杰林按掉，快！老鼠老鼠，啊，哎呦，谢杰林按掉，谢杰林按掉，都是我。哎呦，哎呦，哎呦，一万，哇，一万一啊！雷威出来讲啦，雷威。雷威 already lose， 好，那 already lose， 听下去，感谢感谢感谢，恭喜恭喜，可以领奖，谢谢谢谢，恭喜恭喜，请你请你，哎，奖品是什么？奖品，我没有奖，看门狗的，啊，看门狗周边，这么好，啊，我要下去举手，去那边领，那边，这么好啊，那就来玩一下看门狗吧。第二个是看门狗，本来真的为哇，超今天主持功力大增哦，我拜托。本来那么强哦，我们还有一个迪士尼的游戏的字卡，还有一个字卡，我要 Q 错流程，我要 Q 错流程了，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字卡在哪里。迪士尼来找茬，迪士尼可爱五极限活动在指定 po 文中回复玩家游戏内会员编号。即可有机会做好康区宝到11月20日为止，可爱一下才是王道。下面有王子跟 QR code。可爱一下哦，迪士尼上去手游等你来找茬。是的，很可爱，还不错，还不错。这是迪士尼官方的，我很喜欢玩那个这种找茬，找茬好玩。真的，就以前电动厂都有那个储大的，对啊，对啊，10元就要很久，100个朋友聚在一起，大家一起找，这样比较省钱。对对对，一个人找不到，100个朋友，对，现在100个朋友来帮我们一起找，就今天的感觉。今天现场100个人吗？应该是没有了，没有50个上下吧，50，50，50，那也差不多就除以二吧，差不多。OK， 那我们要玩下一个游戏，对不对？好，下一个游戏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看门狗，看门狗有字卡，对不对？喜欢看门狗，看一下，有字卡吗？可以 Q 个吗？哦，影片是不是？影片来看一下，来。看门狗主要特色，哇，你讲话声音好大声哦！我以前都没有发现，因为我有中耳炎。中耳炎好了，中耳炎好了之后觉得很清楚。我们来看一下看门狗二主要特色的影片儿。哎呦，哎呦！庞大的是我去的。哎呦，哎呦，哎，为什么不叫这个东西跑出来？因为看门狗是骇客。不是正常的城市，为什么地上要装了？因为这不是一个正常城市，这是旧金山。OK， 哎，好，我要跟旧金山市长讲，你才联络不到他嘞。System marked me as a criminal risk, like me to some shit I didn't even do because it was probable. Once in the system, always in the system. The amount of personal data that thing is collecting is mind blowing. Violating the public trust, manipulating the stock markets, the lies, the fraud. I say together, we tear down the wall. Be undeniable. 他是骇客，可是他拿枪出去找客。哎，骇客任务也是在开枪啊，那是翻译的问题。还会画图，还语中。对啊，他还马赛克哎。You get people to rally behind your cause to separate you from the trolls. And we need bots, and a lot of them to handle the data since US is processing. You can get followers to download the app and you can use their processing power for the cause. Distracting enough for you? Oh. PS4 for the players。哇，盗杀人，看门狗，看门狗二的那个，对啊，这是主要的那个游戏的那个主题
是在骇客上面。是的，是是哇，好高清哦，这个好美哦，怎么玩？哦，我以为是昨天。他们狗的游戏主轴是都一代也是啊，一代也是跟骇客有关系。跟骇客，他们就是一只手机，然后什么时候可以做，基本上可以操纵这整个城市的，不管是交通系统、监视系统。甚至是你的提款机都可以。哎呦，好像第一代就可以。一代里面的一个比较特殊的那种赚钱的系统，就是你可以按进别人的提款机，然后把钱全部领走。我靠！所以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得到这个技术，我就不用当实况主了。女生地猎鹰，骇客是都没在整理家里的，对不对？哎，到底是骇客还是蜘蛛人啊？为什么你有蜘蛛丝啊？对啊，为什么他那个连他是鲁鲁那个是什么的？没有，那个就是你可以连线到仪器跟器材的那个指向啊。哦，你可以连到女生啊。对啊，然后直接害进他的心，可以吗？你点好老套，你点一下，他就直接用手机输入说白痴，我看屁啊，好无聊。你不看我，你怎么知道我在看你？然后这样子打一些很无聊的话啊？不是，可是我们在进行看门狗游戏前，是不是有一个神秘任务要给三位来宾执行的？我们刚刚有拿到我们今天在场的三个来宾，车马费三位可以滚。谢谢，太爽了，三个人是车马费。车马费这时候给对，车马费怎么会现在给？有点奇怪吧？也太薄了吧？所以我们现在要看任务。车马费嫌薄是吧？不能让别人知道，但是我要执行这个任务，现在千万不要整我。哎，真的像火鸡，火鸡，我们会有禽类的笑声。雨山地太突兀了吧？麦卡贝怎么这样啊？怎么样？现在在嫌我们节目怎么样？抱歉，区区一只禽类啊！嚯！给你两百。所以这任务同时都要达到的，是不是下面那个？应该这个吧？地图这个吧？三 D 练机啊！马上用三 D 练机列一个库马蒙出来。那我们这个有处罚吗？简单好用的，那怎么办？那我们盖起来就躺着这样就好。观众有好处，到节目有，到节目结束是吧？我现在看起来真的会超级突兀，大家不要觉得我很奇怪。我们三个会开始做莫名其妙的事情啊，觉得好刺眼哦，那个灯。啊？我要从，哎，卤蛋，不好意思，你的墨镜可以借我一下吗？你什么时候跟我这么熟啊？你不要这样，拜托借一下。你是不是有什么任务要跟我借墨镜的？还不是很明显。而且他好热，他也说：“哎呀，这里好刺眼哦。”你就直接借就好了。直接做个很，借一下，借一下，拜托借一下，借一下。还是你需要偷睡觉吗？是不用啦。哎，现在谁爱玩啊？我今晚还有一个很难的事情，哎，我穿上玩，穿进一下，不好意思，谁爱玩？我想玩，我想玩。谢谢，谢鲁王，哎，他想要完成他的任务啊，帮他逼一个，帮他想玩，可以吗？哦，你要完成你的任务是不是？你的任务是玩看门狗，感谢感谢，感谢你的任务是玩看门狗，感谢感谢。哎呀，这游戏太好玩了，停下来。感谢机会，谢谢谢谢。他们没有完成任务会发生什么事？观众的好处会变强。真的假的 ？I don't care。哦，怎么样 ？I don't care。哦，这个游戏真好玩。啊，六太，你任务也太多了吧？太好笑了。哎，麻烦我们台啤一手变九处，哎。这看不见游戏啊！全速达成，谢谢大家。这么快？对啊。跟阿修讲，怎么会这么明显？太好笑了。无聊。你们的很难吗？我觉得我很难呢。帮你看一下啊！谢谢谢谢，应该已经达成了，还是你蛮喜欢这样。你们看到？你可以偷睡觉，对不对？我眼睛闭着，你们看得到。等要进流程，我再叫你起床。我等下就这样看。周上可以来一首那个阿基拉的歌吗？太突然了吧？你说什么？是那个阿基拉吗？我忘记，那是以前阿基拉是谁？阿基拉，阿基拉是日文吗？我不知道你是什么，阿基拉是李炳辉还是那个？李炳辉什么？他跟李炳辉什么关系？那两个不同人好吗？啊，不一样人吗？不同时代吧。对，就搞不清楚，一个是这样子。可以来唱太多了，这个在淡水，你可以唱一下吗？谢谢。所以到底进游戏了？他刚刚有要求你做。不好意思，你要我干嘛？我想让你唱歌。哦，这个真的是做不到。他说阿吉，我唱歌好不好？他唱阿吉仔。你唱歌可以。你要唱阿吉仔。我唱歌可以。哇！
刚刚那是歌词。你有听过我唱歌吗？我好像有听过。我们有一起唱歌啊。有，但是我唱歌很难听呢。一礼拜听吗？哎，要不要合唱？好，我陪你。来来来，快，你要唱什么歌？可是没有那个。我没关系，我自带。来，你要唱一零八零 P O 了。现在是完全没有在管游戏内容了。我有，我很认真在玩。这么简单，开始吗？我很看你要找爱的。你只会唱副歌吗？什么？前往部落类兵分三要。对，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魔力被击垮。你们自己开一个唱歌节目。赶快脚步，找不思议的爱，爱情的光系统在哪路是飞鸟？找到我们有唱吗？原来就是恋人的眼光。如果等下他任务里没有唱歌，他怎么可能自己想唱？你看他任务没有，我落了。他任务没有，他任务是偷吃一块饼。他只是想说，完全跟上面的人在那边直走。大家现在精神状况都不好。我终于不是麦卡贝最失控的人。拽。最后一句。爱就在身边，相信就是永远。好，结束。你平常有在精神病工作是不是？怎么可以照顾得这么好？谢谢。有需要。就带他唱歌，他失控砸东西了。好，乖，不要担心啊。我们再把最后一句唱完。有需要心灵之中的找我，要逛街的，要估价的也是找我，好不好？可以这么急，一生优点。不好意思，请问你们要出去了没啊？我已经接到任务了，我们现在去，我们的任务是去公园散步。任务好难哦，任务是去公园散步。对啊，前往都我都开大招还不行，我的天！好，我们已经出来了。我要生气，根本就没有唱歌。对，你没试过唱歌。你知道你干嘛用这么迂回的方式？用我迂回的方式，我的我可以讲出来吗？不行，他说可以。你知道还说不是，他们就他说你很吵哎，两次，大家都不是。没有，廖汉其实很少会说我很吵，都是鸟屎会说。对，真的，因为我很了解你们。哎，刚刚你最好笑打钱一次，只有一次而已。你放弃啊，放弃，真的是很难嘛。放弃。乔老师是有要参与的意思。乔老师，你可以赶快执行。我在安排。老师，我来帮你。乔老师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年纪该睡觉了。我来帮乔老师咨询一下。这超难，你根本就没有拿出来，是不是？我拿出来，我发现不是钱的时候，我就把它盖起来了。杰林，真聪明。哇，我的好简单啊！我是不会帮你按摩的。你这个做什么？好烦啊！那没关系，我帮你按摩。这个还好。各位，这两只狗，各位。狗了，你要摸狗干嘛？把它尾巴上面那个啦，夹那个，夹在下面的，夹在下面的。我跟你讲，我摸完狗之后，我就要怎么样？拿出我刚3D 猎鹰的枪。哦，所以这个。狗狗，不要跑。不打狗，打路人，快点，那些路人再来啊，快点啊！哎，也变色了。这边，我走了。红橙黄绿蓝，五彩的欧罗拉，好吵。直接走自行车，谢谢。警察要。你可以不要那么辛苦，一直按。对，我都按到忘记了。马可是没发现的，马可是没发现。马可是谁？是马可是我要去找来的。马可是我就知道。等一下，马可是我要找，我要进这个屋子里面，进这屋子里面一切安全了，没有问题的。我进去了，我进不去。我，哎，不好意思，我是不会叫你走开的。不好意思，那个，不好意思，国人，不好意思。变沙子。哎。这什么？怎么了？我不会这样走开。我觉得你在那边刚刚好。走开了，拜托，他是很认真在解任务。我觉得你在那边非常好。我喜欢，赞。好，下留言那个。我最喜欢打电动的时候有人挡在我前面了。然后麦克风去哪了？我站起来，你脚坐起来。
我快笑死了。好了，你走开。我们这游戏有存在的必要吗？终于有了。走开，走开，走开。哎呦，好累啊，简直了。不好意思，我要劫车了。玉，按下圈头，来车就来了。不，躲走走开走了啦，走开啊！我只能倒车，才十一张单，不是耶呀！我开了，我开了，我开了，要！开玩笑，现场你们真的很嗜血，哎，红绿灯，红绿灯，真的很嗜血，原来不是假的。来，路上，全部起来，全部起来，真嗜血，来。我怎么这么会开啊？哎，干什么？真的会玩。好，我躲在车子里，他们不会发现我。你停在路中间，对不对？他是在骂你啊！哎 ，Come on！是啊，你为什么这么聪明啊？身材不错哎，身材真的不错。跳个赖吧。那我要拍他，我要偷拍他照片。我要偷拍他。手机然后他内衣飞出来，然后拿走。偷拍他照片。你在干嘛？你在拍照？我在拍照，我在拍照。你为什么要拍照？哎，你开走啊？开走了你。不用玩了，要结束了。啊，真的假的？再让我装开一下。不行，要结束了。好，开走。撞到，画面被切掉，被切掉。我没有任务，但是我就想捣乱你。我们还有现场的活动啊，因为今天来那么多观众，也是，大家总不能坐在那边一直打电动，对不对？我们现场活动是有三题题目吗？题目好不好？所以是现场观众回答吗？好不好？现场观众回答的话，不要录了，不要录了，真的不要。这一枪真的是很矫，大家一直吵，一直挡，火鸡图拿出来。好，那我们来问问题了，好不好？那就上问题，第一题是什么？请问 ，What socks？ 我看不懂的发行日期，哦，难了吧？刚没看的啊，哎，大家都知道哎，你们知道，连我都不知道哎，你怎么可能会知道？你又没看，我十一月，等下。你不要睡着哦！我刚靠你，眼睛有点干哦。我看一下，谁先点？乔老师帮我们选一个好了，你比较适合当坏人，哎，就他了。十一月十五对吗？是啊。看答案。拜拜。阿德。来，恭喜你得到奖品，是我刚揉烂的脚本。好烂，好爽，他已经拿到真的奖品了，拿到脚本哎。是什么？哇塞，霹雳包，是他们狗二的周边啊，真的。霹雳包，你这样看你就知道是。露露，你昨天知道那个是什么包？我忘了。烂屌包。真的。下一题。真困。干嘛？打欠。哦，吓我一跳，我想说，玩家将化身为骇客组织的一员，请问组织名称为何？这个我知道。这我知道。你想回答是不是？没有，我就只是举个手。来，请举手。这我知道。知道的人蛮少，看来就是中间这一位了，黑色的，然后有绿色字的。Dasek 怎么拼 ？D A D A D S E C。你确定是 D E A D 吗？看下答案。确定不是 A P P L E 吗？看答案。确定不是 P P A P 吗？来，答案是 Dasek。哎，是 D E D。哎，啊，算，给你过。送你。送你。不要送我，划破。好，不过算对了，厉害。好，最后一题。男游戏男主角中文名称，哎，是刚刚那个人生吗？对，全名。那家族姓都要讲出来。有早安出现的那个吗？有吗？好像你知道哎。我没有看到，我怎么会啊？我知道这里有写名字，但我没看到。有吗？哎，这很难的，我也没看到，老实讲。这就有谁知道？请举手。前面你应该有看到。啊，哎，偷查。这是岛安那个画面。哇，没有。还是有人知道啊？你们先选一个，你选一个。我选。两个选。白衣服的。你现在不是选那个偷查的？就是他偷查。不是啊。马可什么？是。他全名啊，他姓马是不是？哎，马歇尔。对啊，马歇尔。全名啊？不知道了吧？啊，糟糕了，看来是中。后面蓝色衣服只知道。马可是哈洛威。哎呦，马可是 Halloween。马可是 Halloween。看一下答案。对于霹雳帮我知道。强。好厉害。他偷查一直抄名字，哈哈哈哈。好坏哦。好强哦，马可是哈洛威，马可是哈洛威，好，算他们厉害。
好，我们现在好，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字卡要再看一下啊、哦，我们来看一下。不不不 ，Game for you， 看门狗二限量 Go，OK、okay?。看门狗二典藏版有五十套，二的限定版五十套，一般版五十套。看门狗二公仔五个，然后购买一般版就有机会抽到，好不好？典藏版特点赠品有图册、徽章跟包包。那限定版跟一般版的赠品就是徽章。那限定版跟一般版有什么分别？好，没关系，你们再研究一下哈。限购网址在那边，好不好 ？Game for you， 没有限定版跟一般版的差别就是，你买一般版你可以抽公仔，那限定版不能抽。对，限定版。对啊。好，不管了，好不好？那那个网址自己看一下，节目上直播上的自己看一下 ，QR code 可以扫一下。到周五晚上节目结束之前，都可以由 banner 点击进以上卖场。所以我们现在在麦卡贝频道上面有 banner， 好不好？你点的话就可以进去了 ，OK？ 哎，后面有典藏版，什么？后面有典藏版？哦，对，就典藏版是。什么？后面有典藏版可以。哪里？你挖的声音真的很像虾妹。他叫我哎。典藏版在这里，这是看包包，这才是典藏，我在看包包啦。就算是哎呦，我女生有看到包包，你挖的声音真的很像女生哎，看见包包不行。是典藏版 ，OK？ 霸气味 ，OK？ 典藏版，典藏版。好，那我们看一下。开箱文吗？没有，就有个烂掉包。有包包，大点多喜欢包包，不要拿人家典藏版打人好不好？这是腰包好不好？哎，这个腰包好不好？背起来就可以。哇 ，Richie 啊，感觉个霹雳包，里面有一些，请帮我拿一下。里面有一些那个会送序号，我把它折起来，你们看不到。哥哥，哎呦，哎呦，这个哇，好酷，好漂亮，好有质感哦。哎，好，很美，它里面是一些类似游戏中的哇，资讯嘛，干嘛？哎，大麦克，哎，六太，哎，像，这么像，真的很像你耶，还跟我昨天的衣服差不多耶。好不好？就有一些资讯，好不好？我就不一页页翻了，有兴趣的就自己买。这个是铁盒，通通都会附一个游戏的铁盒，可以拿来放光碟的这样子。然后这个就是游戏的实体片。那通常买典藏就是什么，把光碟拿出来，然后摆进去，以显示你的高贵。这个下面这个直接丢掉，好不好？也不用丢掉啦。也是可以丢掉，或者装一些别的光碟啊。这该不会是四星贴纸吧？贴纸，贴纸，没有到四星啦，就只是贴纸而已，好不好？还有几个小徽章，有。它的图案的小徽章，可以别在包包上，哎，也可以别在肉上，会痛。哇，好好笑。我爱的，谢谢。小贴纸，好不好？这个是什么、啊？这是 ETC， 对不对？好潮啊！贴贴贴在车上，然后过那个不会收钱。好潮哦！贴过过那个，然后 ETC， 你直接手机一按，然后路上就升起来，然后冲冲冲冲。太坏了吧！然后就刚好开 ETC 那边狂收钱，别狂逼。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是哎，这个也是设定小化设定小小的设定集。哎，好精致哦！精致的，漂亮。这设定真的是很秋，站那么高不会怕。哦 ，locations， 哎、欸，他裸体。对，那是裸体吗？哎、欸，哇塞，这背没有练，我光屁屁，有点平了。对，好不好？就是有一些，我们都是秃的人。啊，我们连平都没有。啊，别提了，别提了。好，就这样，好不好？啊，这是典藏版，典藏版，典藏版这样，还不错啦，算是蛮实在的，该有的都有。我相信一代。等下，不好意思，我们其中一个来宾呢？啊，他去厕所啊。啊，是可以这样，可以这样理解。我刚刚有问他说可以吗？哎、欸，我也是现在在开箱。真的，完全没有注意到。OK， 其实是不可以的。他真的是蛮厉害的。你是我阻止他们到处都这样子，我阻止过他。真的不会是二六？我相信玩过一代的应该对二代蛮期待的啦。对啊，而且这次其实风格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完全不一样。这次更地下，更地下一点，而且那些骇客群他们感觉更活泼一点。对对对对，色彩更缤纷。而且因为一代的更狂一点，一代的那个骇客他是自己一个人嘛，就单枪匹马。对对对，现在是一个组织，但现在已经有一个组织。一代骇客有点自闭的感觉，一代骇客有点自闭。对，然后这就是。是八加九的感觉，嗯，对对，比较像，对对对对，比较像这样的感觉。然后他们感觉会围在超商门口，然后用手机播音乐，播超大声，然后脚把林俊杰脚站超开。好，那这一趴差不多到这边结束 ，OK， 我们休息五分钟，然后等一下回来。